今次由蓮塘口岸過去東門框下，坐地鐵二號線大劇院站落車，再轉一號線去東門站。呢度去東門比較麻煩啲，要轉車。沿住 CD 出口，就會見到一號線轉車站。而家個鐘數已經係4:30。落到月台搭住去老街站，一個站就到啦。走嘅時候由羅湖過關翻香港，睇片嘅朋友幫幫手，俾個 like， 撳埋個鐘仔，免費訂閱呢條頻道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找个指示图看看，其实 ABC 的出口都可以去到东门步行街的范围。D 和 E 的出口都可以。D 啊，今次揀 D 出口，我在想啊，痛看。一出去附近有间酒楼，如果朝早上嚟就有茶饮啦。前面中泰来大酒店，隔篱就有间新福楼酒家，对面又有间新长城酒家。其实好多年都冇翻上嚟玩啦。通咗关之后，人人都话上嚟食好嘢。香港政府佢話聲港唔夠安全，而家個個走上嚟飲飲食食消費買嘢，至安全就梗係深圳同大灣區啦。呢度都好多小店食粉食麵，
呢条就系东门老街。大上海发型设计，个招牌就够经典啦。呢度有间百合里，呢条一定系南庆街啦。东门的美食城。呢度行入去大把好嘢食，不过我就唔啱啦。有间卡拉 OK， 隔篱嗰间又系火锅。呢度街坊本地人多，长沙嘅臭豆腐啱我食。东门仲系有强烈嘅胶鞋味，好臭。呢度系老东门商城。
行翻出黎新源路大街呢边。呢度都有几个地铁站入口。呢条路行入去就系、是、去翻大泰来酒店同酒楼嗰边嘅 D 出口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在下面准备。系啊。有间港式翠华茶餐厅。新福楼海鲜房，常平竹升云吞面，呢条街都好多选择。原来叫永旺街。入去游戏机中心睇睇，几好新手握，呢个商场唔好行落去，好压迫，冇嘢睇。喺下面求其揾个出口上咗嚟。新疆美食，
呢边应该系叫深蓝中路。见到过路口行返入嚟，东门永新街。东门话大唔大，话细唔细，都行到脚软。有人好中意上嚟配眼镜，呢度好似香港嘅旺角女人街咁样。好多本地嘅年轻人。有条广告招牌街，香港人都好中意上嚟做灯牌。差唔多行完啦，搭地铁一号线罗湖口岸翻香港。多謝你觀看，有時間就按個鐘仔。
免费订阅这条频道。拜拜。